身体中有一种元素被称为细胞的能量，能够给线粒体给细胞提供这种能量。想要心脏有力量，身体不能少了它，让它好好的为我们的心脏提供原动力，让我们的心脏再现新活力。今天的节目让铁峰老师带您吃出营养更健康。健康饮食，服从口若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振华。首先呢，请出大家的老朋友，中医养生营养师铁峰老师。振华老师您好。铁峰老师好，同时欢迎我们两位健康观察员。哎呀，老铁呀，我现在终于能理解您的感受了。哟，什么感受？你说说。那就是每天被人催啊，什么时候能吞拼那个氨糖啊？什么时候能有便宜的辅酶 Q 十啊？就这些呗。有人跟你打听啥了？可不是嘛，尤其是那些参加过咱们团拼活动的朋友，以前大家看着我都问你吃了吗？现在都问我拼了吗？今天小区门口遇到邻居了，追着我问那辅酶 Q 十什么时候能有团拼。啊，您跟那个铁峰老师赶紧帮大家想想招啊！我说我没招啊，这得看铁峰啊。期待值非常高。我已经在找了，在找产品了。但是这不得货比三家吗？是不是？我要帮大家选一个高含量低价格的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就是现在大家对这个辅酶 Q 十那是相当期待了，那老重视了，那有些人着急的不行，自己赶紧去药房去找，结果找了一溜十三招，你看看啊，回来说哎呀含量低呀，哎呀价格高啊，这天天在微信上催我们，啥时候搞活动啊，啥时候团拼呐，哎呀你说咋整。对，我那天就是听一个咱们观众说什么呢，就是他自己去好几个药房啊，都去问，就是店员给他推荐那个辅酶 Q 十吧，就价格都是大概200-300块钱一盒，就推荐的这种的。他说就没有那种200块钱以下的，然后呢，含量相对高点的，他都看过有那种每百克含7克辅酶 Q 十那种。然后这个观众朋友就问有没有含量高点的，人说没有，没有。这个辅酶 Q 十啊，我一直在吃，也没细看过这个含量是多少。我也不知道我吃那个算不算是铁峰老师说那高的那个，我说两句呗。行，你们仨都说一遍了，轮一圈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我这几天呢，应该说是真的动用了我所有的资源，就是为了给大家找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，像刚才你们说药房里的那些哈，那就是较高含量的，每百克7克，对不对？这是它的含量嘛，对吧？这是在药房里比较常见的。是个挺有名的牌儿，每百克才含7克，你们是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含义。我给大家透露一下啊，我现在找到一家，人家每百克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多少呢？23.3克。这忒高了。你不一直在吃辅酶 Q 十吗？对吧？你吃的那个我知道，你每百克的含量应该是10克多一点，对吧？你跟我这怎么比啊？差一倍还拐弯呢。太牛了，这我小舅舅我学过，是吧？27/14, 37/21, 47/28，这高出3倍还拐弯啊？对，老铁就联系这家啊，你使使劲儿。23.3含量，估计贵，这么高的含量。这贵点也值，只要是能在大家承受的范围以内，谁不选这个23.3的，是吧？我都后悔了，我没早点补这个呢，就这23.3我都没听说过啊。我当时就住院的时候，那说这人一住院啊，有病了，钱就不是钱了，是吧？没来病的时候攒的那点钱，那你那点钱永远都供不上，哎呀，你就看不见，是吧？健康的时候攒钱想留给孩子们，那时候啊有儿子嘛，这一旦身体有个大事小情，你这辛辛苦苦攒这点钱，今儿3000，明儿5000，你往外拿吧，真心疼，说到这个，有些人可能是不信啊，总有些朋友说的，你们演员啊，这什么名人啊，这每个月工资都是挣钱老了。其实我跟你说，我这连
奖金都算上不六七千块钱。嗯，来病的时候那种压力我可太知道了，所以啊，我知道大家的难处。要想心脏好，又想少花钱，这不是什么过分的想法。嗯，赵华老师，你说的那么对呀、啊。哎，反正我是这个有感触啊。你说现在啊，大家都一样，是不是？你吃完这顿你就得想下顿吧，你这过日子你说你得算计着呀，是吧？你说人说了，说人过四十天过五，这我都过六十了，我也快到晚上了。所以这年纪大了，你说谁不害怕呀？就怕有病啊，天天就觉得哎呀，可别生病，可别生病。是，真是，就是我也有感觉。哎，我现在一想，就是一过三十，我感觉我身体就不是小伙了。你看，你再看人家年轻小伙的感觉，跟人差太多了。然后跟着铁木老师学做点营养菜哈，然后现在耳濡目染吧，被熏陶，就觉得哎呀，这健康真挺重要，太重要了，挺珍贵一事儿。所以说，我现在跟人我没达到铁冯老师那儿啊，桌上小瓶各种营养素没达到，但也开始补了，开始做了。健康是财富嘛，对不对？你身体，你要是没疼没病的，不遭罪的，那你才能好好享受生活，对不对？现在反正我家原则就是啥呢？你玩儿可以省，穿可以省，吃绝对不能省。对，哎，你把身体呢，必须营养素呢吃好了，吃全了，吃全了啊！这是我跟我媳妇儿这么交代的啊。别把你说辛苦攒的钱，最后就花看病上了，那不合适，亏大了。嗯，对，所以我知道啊，这咱们老百姓的钱，说实话都是计算着花，那肯定的，是吧？我这一个月六七千块钱，哎呀，看病的时候都觉得挺难的。那些一千、两千、三千，那些朋友不是更难吗？对，他们可能在这个保心这个健康工作上，可能是余付不出那么多钱，没有那么多钱。但是心脏的健康太重要了，老铁，你必须得帮帮他们。说的我心里也很不好受。是这样的。昨天呢，我去这个四 S 店修车去了。我那车跑十多万公里了，旁边门子上有个异响，我去查一下什么事儿。什么都没干，光打开这盖儿，看一下，打完折280，然后知道什么毛病了，要换这件儿，2000多。哎呀，我旁边有个老伙计，他也在那修车，说了一句话，千万别住院，人别住，车也别住，这人生病跟车生病都是一样的，但车生病他能换新件儿，对呀，人生病上哪弄原装件去？没有啊，对对。所以说刚才你们发表的那些感慨，都对，啊，要有个预防的意识，我全都理解，所以啊，我在找这个辅酶 Q 十的时候，我要求极高，第一就要求含量越高越好，第二就看价格，越低越好，是。现在高含量这23.3每百克这个辅酶 Q 十，我可是找到了，那么下面要谈什么呢？谈价格呀，谈价格也不容易呀，已经有眉目了，再等一等，就快有结果。大家是真着急，哎呀，都有点等的就等不及了。对呀，你说这辅酶 Q 十这么好，又是这个心脏时时刻刻都得需要，那咱们也应该天天补啊。对，就是现在咱们吃不到那个什么含量啊高达像你说每百克23.3的辅酶 Q 十，那要不然就大家每天就是没吃那个之前吃点你讲过的那个食物，就是含辅酶 Q 十的食物，你看这样得了行不行啊？含辅酶 Q 十的食物，那很多，有的是，很多食物里都有辅酶 Q 十啊。植物里的西兰花、菠菜，动物里的牛肉，这个三文鱼鱼肉，但是呢，食物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还是极其有限的。如果单纯靠食材来提供足够量的辅酶 Q 十的话，这些食材的材料费会非常非常贵的，还不行，吃不起啊。就是而且你还得烹饪呢，你烹饪还会导致这个辅酶 Q 十流失啊，损失营养了。煎炒烹炸，焖熬溜炖的，对呀，它有个高温高油高热的过程，它要损失，而且损失的还不少，真真正正被你身体吸收的非常非常少。像莫凡，你是年轻人啊，
你通过食补的方法来补辅酶 Q 是可以的，比如说每天吃三两三文鱼，嗯，三两三文鱼得多少钱？不到多少钱，好像得90多块钱吧。嗯，反正像我这种公司，在家有孩子，我就吃不起。吃不起三文鱼，三文鱼挺贵，挺贵，对，挺贵啊。然后咱先不说钱的事儿，就你每天都得什么，天天吃一辈子啊，每顿都得有这些东西。完了，然后啪一这花哥，那咱们这年纪的肯定不行。说吃三两就不够了，那可能就得吃5斤。那你就别跟我说这事儿，别提这事儿，别提这事儿。你想不想帮大家办事儿？你看看，还吃5斤呢，不现实，不现实。很多心脏像这花哥这样已经到医院去过一回的人了，对，你这个时候心慌胸闷症状都已经有的人，像我妈那样的，都已经有症状的人了，通过食物补充辅酶 Q 来不及了，根本就没有意义，对，耽误了那就。哎呀，这个道理我们都懂，就是千万别把这个症状拖延成病。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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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么回事儿。哎呀，老铁，我是觉得你啊，还是再跟大家说说这个辅酶 Q 十的作用，对，继续说，它究竟是什么？我相信今天一定有很多新朋友在看我们的节目，他们还不知道呢，是不是？对，对，讲一讲啊，跟大家首先明确啊。辅酶 Q 十，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辅酶 Q 十。嗯啊，从我们开始有胎心那天起，嗯，我们的心脏里就含有大量的辅酶 Q 十了。嗯，大脑当中也有大量的辅酶 Q 十，肝脏、肺都有大量的辅酶 Q 十，广泛存在于生物体内的一种化合物。嗯啊，这个辅酶 Q 十最早啊来源于哪里我不清楚。嗯啊，但是它分布的非常广，不是个什么神秘的物质啊。这个实心的脏器含量最高啊，在所有实心的脏器里，心脏含量最高，嗯，是其他所有实心脏器含量的总和还有翻番啊。那么人体是由一个又一个细胞组成的，细胞是怎么存活的呢？嗯，它要分裂，嗯，一个变两，两个变四，嗯，对吧？那么它想完成这个工作，它想由一个变成两个，嗯，就必须要有辅酶 Q 十。正是因为辅酶 Q 十能够给线粒体、给细胞提供这种能量，所以它叫细胞的能量。而且辅酶 Q 十，我们人体是可以自然合成的哦，就我们自己能造。嗯啊，人只要活着，我们的身体就会不断的在自己造辅酶 Q 十。嗯，一说到这儿，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啊，我自己能合成。嗯，就不用吃了。对，就有一个想法了，那我还是吃什么，我补充什么，是不是？我自己就有。嗯，但实际上不是，就是我们身体是有自己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。嗯，但是这个能力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，包括有些疾病对人的这种影响，它这个能力会下降。人体辅酶 Q 十的合成能力每减少25%，心脑血管这些疾病的发病率就会大幅度上升。当自体能力减少到40%的时候，人就开始有症状。哦，为什么莫凡你现在踢球怎么跑你都不会心慌，你不会气短？因为你年轻。嗯，我现在再跟你上球场跑一圈，正常走我没问题。嗯，我要跟着你跑几圈，我就开始咚咚咚咚就开始跟不上了。嗯，这就是你机体开始感觉到疲劳了。为什么你的辅酶 Q 十跟不上了？嗯，当我们身体里辅酶 Q 十合成能力减少到60%的时候，就开始有实体的病了。什么病呢？心梗，你得过的？嗯嗯嗯。心力衰竭，嗯，这我得过，得过吧？啊，心肌缺血，得过。怪命，这我还挺牛的。别说了，跟大家强调一点，当我们身体辅酶 Q 十合成能力丧失75%的时候，嗯，心脏就不跳了。哎呦，哎呦，那不跳了，那是什么呀？对，我以前跟你们讲过，我有同学2014年嘛，嗯，4月13号还是16号那天，我记得，嗯，突然间电话传来一个噩耗，那谁谁谁没了，怎么没的？说下班走路，走在道上咕咚倒地了，猝死了。跟我一般大呀！哎呀，可惜。你想想，嗯，其实这个一说就咱就明白了，就是随着年龄增长，包括有一些疾病产生，嗯，很多人咱体内那个辅酶 Q 十啊，那产量就降低了。是，那产量一降低，你心脏就不好呗。对。那有的人甚至说，身体里咱说这个辅酶 Q 十这工厂吧，直接就停产了，就停工了。对，然后就导致这个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呗。嗯，哎，对，我还记住一点啊，还有一点
就是说这个辅酶 Q10 的发现啊，他还获得了诺贝尔这个化学奖呢。所以说就这个辅酶 Q10 真的是得到了学界的认可，这是公认的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这个辅酶 Q10 是真的好。真是我真是越吃心里越踏实。所以说同样是辅酶 Q10， 它在含量上它就要分个三六九等出来了。这个您可得展开了说说，要不大家怎么选呢？是吧？那个换句话说，这是什么样才是最好的？不是说只要是辅酶 Q10 就是好东西。说是金子就都是好东西吗？对不对？金子它也分成色嘛。对，是吧？过去我们挑辅酶 Q10 啊，条件挺多的。怎么挑呢？看剂型。哎，看化合物。看性质。啊，说法挺多。现在看就抓住一条就行了，老百姓记住。就是看含量，看含量。看别都没有用。为什么？那些特别差的在市场基本上都被淘汰了。就没有存活的空间。明白了。你就看含量就行了。含量就记住盒上写着每百克含辅酶 Q10 多少多少，它有个标志。那个标志记住20克以上的，这是个标准。不是，那为什么就一看含量就看出这好坏了？这辅酶 Q10， 我说10年前呢，就是辅酶 Q10 在制作工艺上，怎么说呢，百家争鸣。就是制备工艺的限制，它那个含量始终上不来。它有这个化学合成法，生物发酵法，还有直接从动物内脏里直接提取，牛心呐、从那里直接提取，那成本都极高，产量极低。然后呢，后来发现，全行业都在用生物发酵法。因为化学合成法的时候，它这个含量提不上来。它每百克含量就是7-8左右，达到10就相当不容易了。哎，它是有限制的，达到15的那都极其少见。现在用这个生物发酵法做出来的每百克含量都提高了。哎，10以上的是常见现象啊，15是凤毛麟角。现在行业内能够达到20的，一般都是行业里的定尖儿。那相当了不得了。不是那个，那我也想加深一下这个印象啊。这个铁峰老师，您说您发现那个含量是多少来着？23.3每百克。23.3，这就厉害了啊！23.3，这含量也太高了。对，这我就不懂了，为什么他们家做的就高，能做出含量这么高的？就人家做的为啥那么纯？对呀，技术上，这就是工艺上的问题。就是刚才我讲嘛，过去啊，主要的主流产品是化学合成法。化学合成法它在生产过程当中呢，它有高温高压，还要用到强酸强碱这些，它是一个化学提纯的过程。然后吧，那时候做出来的辅酶 Q10 呢，浓度低。然后做出来的呢，100克的，他拿那个玩胶丸装嘛，100克的一般都是粉或者是油。它这么大的丸，它就能装下7%的辅酶 Q10。最多最多装到10。他要想装20，那玩就做这么大。不行。那谁咽得下去？吃不了了，那做不下。它浓度没那么大，装不下去。但现在呢，这个生物发酵法不一样了。没有高温，没有高压，没有强酸强碱。那么浓度自然提纯之后，每百克做到23.3，那是目前看市场上含量相当高、相当纯的东西了。最关键什么呢？它是生物发酵法做出来的嘛，生物活性还很高。它就更容易被人体吸收。哎呦，那这样的辅酶 Q10 肯定贵呀、对呀、我说句实话，这跟买黄金一样，同样的都是100克，这个万足金和18开金，价格就是天壤之别。对，老话讲这个含金量，含金量的就是从这儿来的。对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铁峰老师找到这个23.3含量的这个辅酶 Q10， 就相当于是万足金。市面上那些含量是7克、10几克，那就是开金。差一点就是4K。好的也就是24K 呗。24K 就很纯了，就对，18K 就不错了，那就好。这个正华哥现在这打这个比方特别贴切。这个含量高达23.3的辅酶 Q10，它价格肯定比
普通的辅酶扣食要贵，嗯嗯，这个300-400块钱是常见价格，嗯，其实你们老说200-300块钱，二三百块钱在行业里都算良心价了，便宜的了。嗯，你上有一些高端的这个商店去看，基本上起价就得600啊，五位数的辅酶扣食你们是真没见过，是，但我见过，也就看一眼就赶紧走了，嗯，都不敢看。嗯啊，但质量反正是真好。嗯嗯，不论是那些想要控制已经出现心脏疾病症状的，嗯，像什么心绞痛啊，嗯，心慌啊，心律不齐呀，啊，尤其是心律不齐、心慌气短、心慌心悸的啊，冠心病的，嗯，哎，已经出现症状，你想用，可以。还有，预防心脏不想出问题的，嗯嗯，最好也能用上这种含量啊高达23.3%的辅酶 Q 十。嗯，那铁峰老师，你赶紧帮大家谈呢，这是咱们等着团拼呢。你们不用急。嗯，我这段时间吧，我一直在联系这个事儿。嗯啊，大家还是等我的好消息。嗯啊，有特别着急的朋友，嗯，着急就想马上就用的，嗯，你就随便找个什么药店，嗯，你挑一挑，选一选，管它含量高低呢。嗯，你先买一瓶，你先用着，嗯，对不对？时间不等人，嗯，对不对？完，你要说我不着急，我不差你这3天2天的，嗯嗯，那你就等一等。嗯，反正就是我一定能让大家用上这个含量高达23.3%的辅酶 Q 十，嗯，让它好好的为我们的心脏提供原动力，嗯，让我们的心脏再现新活力。嗯，懂了，就是都去找那个每百克含量是23.3%的这个辅酶 Q 十。嗯嗯，你要说你买一个含量少的，那就是花冤枉钱了，嗯，是不是？你说都花钱，那肯定买纯金呢，是不是？不买 K 金呢，对不对？嗯嗯。那说说这个微信呗。行，好，嗯，这位微友叫先整两圈，嗯，整两圈，这是骂一个，对，先整两圈。他说听节目老师说了，说听帮大伙选这辅酶 Q 十呢，嗯，也想买点，嗯，然后他说想跟爱人都吃上，嗯啊，也给心脏这个加加油，补补劲，嗯，啊。自打看了这个铁峰老师跟振华老师您二位这节目啊，现在想明白了，嗯，就是人呐不能等有毛病了啊，遭了罪了你再想着说给他治，嗯啊，提前就得保护好，那不得病那人过的日子才舒服啊。你看看人家这觉悟，嗯，人家这日子过的总觉得是经历过啥呢，嗯，看开了，看懂了，啊，活通透了，通透了，是吧，活明白了，有些事儿你能想明白就行了。嗯嗯啊，这个我呢有消息一定第一时间跟大家在节目里说。嗯，我不说嘛，啊，人呐到了什么年纪他就得办什么年纪的事儿。对，嗯嗯，现在不是说咱们就你们小的时候吃不饱那个年代，是有些东西你省不了，嗯嗯嗯，省也没有意义啊。对，你平时吃点营养剂，补点辅酶 Q 十，按市场价就是300左右一个月，那不比你支架便宜多了？那是，不比你后续用药便宜多了？对，那终身服药，那天天花钱，一天100块，最起码的。是，嗯啊，哎呀，我这有一位微友，他叫有口福，他说呀，着急想用辅酶 Q 十啊，就想问问铁峰老师啊，你啥时候能帮大家选好啊？你说自己上药房还怕买不好，嗯？嗯，你说那钱不白花了吗？就想在您这儿买啊，我用着还踏实。对，你说我这心脏啊，都多少年的这个老毛病了，睡眠也不太好，有的还做噩梦。心里难受，有的时候突突的。嗯，听您说啊，能找到每百克含23.3%的辅酶 Q 十，那我可得多整点回家。这我可听您消息了啊。你这我插一嘴呗，嗯，我这儿有一个微信跟这个差不多，我就说完铁峰老师一起解答了，行吗？你说这朋友吧，他叫健康快乐，嗯，他说我家这个心脏老毛病是遗传的，哦，啊，是他父亲、他大哥还有他姐，嗯，那都是60多岁时候就因为这个冠心病走的。哎呀呀呀！嗯，他说现在这日子过的就是什么呢？提心吊胆，担心他自己。对，嗯，听说您能找到这个含量高的，然后一定把这个价钱给讲下来。嗯，啊，你说要不然像他这样家庭啊，用不起呀，啊，说辛苦您了铁峰老师啊。嗯，你看看，嗯，哎呀大家不是不愿意调理身体，关键是两点，第一，嗯，是不知道用哪个好，
第二呢，就是价格高，承受不了。嗯，所以啊，您这现在选好了这个含量高的了，那就差这个价格，对，是不是？嗯，我家里省的这些，我都说实话，铁峰老师，我准备送人了，我不打算吃了，我等这个了，不带你这样的啊，这逼我们这不是？你该吃你还得吃啊！我一直都在联系，嗯。我刚才不说了吗？我都表态了，嗯、就这个事儿我一定办成，嗯，我一定让大家都能用上这个23.3，嗯，这副美 Q 十，嗯，是不是？我们就等待着铁峰老师的好消息。好，哎、我这儿还有一位微友啊，他叫从山中来，嗯，他说他以前啊吃过这个两盒副美 Q 十，感觉还挺好的，他感觉有点贵，嗯，还是这个又回到价格上了啊。嗯嗯，以前呢就是因为他心慌嘛，就是全身都没有劲儿，胸口呢也憋得慌，都是吃完这个辅酶 Q 十感觉好多了，不过再没舍得买。这不是听说吧，你又要搞这个团购了啊，这个真是太好了，每一次您都能帮我们找到用着好然后又便宜，这回我得多准备点，嗯，给我爱人还有我们家孩子我都买点，让他们都吃上。嗯、铁峰老师，嗯，谢谢您了啊，等您消息了啊。哎呀，您看啊，这还没开始呢，这人都准备好了 啊，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。嗯，我看这微信呢也不用我回答啥，嗯、我就表态就完了。我办还不行吗？我一会儿就沟通去，明天就给你们消息，啊、行不行？你办，你看着办，嗯、行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想要团购辅酶 Q 十的朋友们，明天的同一时间一定要继续关注我们。